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副团结出席，我来为家向大家报告。咱副团结，咱副团结至今41年当，团结有三个小组，甲一个查经读书会。三个小组分别有主持人老师为主的雅歌小组，有台语礼拜为主的德胜小组，有华语礼拜为主的福义小组。总体来讲，咱拢是以夫妇为主的一个团体。其中，咱嘛有单亲，嘛有丧偶，嘛有独生仔。只要认为对家己有成长的，拢欢迎来参加。因为咱妇女团体是一个活泼的。一个热情的、有关心、有私方的一个工作。咱逐年拢会办大型的活动。咱伫今年3月，咱邀请蔡崇豪医师为咱专讲帕金森氏病。加蔡医师特别交代，咱一般。来讲，拢是讲帕金森氏症，还是症是一个现象，病有病灶，有声音，所以咱来讲是帕金森氏病。感谢上帝，咱伫讲，伫四楼有百外个会友来参加，咱甲四楼坐到满满满。再来，咱伫5月有举办羽毛球比赛。咱若有正式的比赛，咱嘛有趣味竞赛，实在是为了我咧运动，也是袂当运动的朋友，嘛会使做伙来参加。那你讲，伫汉口国中体育馆，咱组织了70几个朋友来参加。咱伫7月，咱邀请金文牧师为咱做游戏，咱的题目是“我有一个梦”绘图游戏。咱透过阅读的方式，咱了解咱内心所毋知影的故事。过来，咱继续咱要伫个9月2日举办一个夫妇共事营。咱的题目是《婚姻的艺术》。咱邀请了刘立群牧师夫妇为咱来上课，讲到上帝、家庭、夫妇之间的连结。目前还佫有3个名额，咱请看秋报。有兴趣的朋友，请来报名参加。咱报名到同一个日期。咱阁要伫个10月19、20要办一个2日游。咱要配合教会过两天10月20个夜晚礼拜。咱第一天早起要去爱兰教会，中昼要伫个社头无门地用餐，体验田园生态加独木舟。暗时要过一个暨大行旅，暨大行旅就是伫个暨南大学校园内底，咱要有游戏、信用沟通。最后，咱妇女团体所主办的活动，拢需要会友的参与、鼓励、甲奉献，互咱靠着活动甲上帝拉亲近，信用拉提升。以上报告。